分酒渣客小组的人员是将一桶的输酒用刹车来拨到火车顶头，难道县政府1802年度查到而且经过法院判决，确实违规的输分大约有2126包，输酒更加有8000公升，如今将一一销毁，当中包括糟输分、假的高粱酒以及自制的米酒、葡萄酒等等。大概烟品有2126包哦。这一些大概都是小量进口、大量走私的白牌烟啊，那另外在酒品的部分，大概有8000多公升，那换算成市价，在烟品的部分大概有11万左右，新台币11万，那酒品的部分大概将近200万，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把这一些违规的这些扣押物哦，我们做一次的一个销毁动作啦哦。现场有一卡车的输分，以及2大卡车的输酒，工作人员是将酒一一倒掉，马后现场是充满酒味。难道县政府表示，为了查客输分输酒，县府有成立专门的查客小组，不断进行处置违规的工作，希望会当防范不法的分酒业者，以保障合法业者的权益。以及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县政府其实在要维护我们整个县内烟酒交易市场的一个秩序，同时要确保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消费安全。除了受理这个民众的一个检举案件以外，我们也配合财政部做一个专案查查。那另外我们其实平常也都有例行性的根据烟酒管理法所规定的一个法定比率做县内烟酒业者的一个检核跟一个抽检的一个动作。难道县政府也要呼吁民众，若是有发现不法的业者，都会当踊跃向县府提出检举，同时也千万不通买来路不明的汾酒，以免家己的身体健康受到伤害。记者蔡浩凯采访报道。